上古时代，洪水滔天，鲧奉尧帝之命治水，他率人筑堤堵水，九年未能治平。后来在一次决堤事故中，淹死了很多人，鲧因此也死于羽山脚下。鲧的儿子大禹奉命继续治水。这，你是谁？大叔，你不认识我了？大禹，啊，多谢禹王救命之恩。你们这样围堵洪水，怕是不行啊。这洪水吃软不吃硬，越围困它，它越疯狂。我们得想办法泄水。当年你父亲也曾经这么想过。但是不行啊，禹王，请看，下游还有孟门、龙门，河道更狭窄，我们不把水堵住，下游的百姓就遭殃了。这是你父亲多年勘察出这些河流的走向，亲手绘制的图号。既然我接替了父亲，治理天下水害。就要从全天下考虑，天下河水最终都要流向大海，要把天下河流看作一个整体，哪里漫溢的水多，就疏通渠道向河里泄水。可是我们怎么知道地势高低？万一洪水逆流，岂不更糟？对，我们先对天下的山河详细勘测，让这份地图更加精准。这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有效地根治洪水啊！好，我听你的，我这就去组织人马，咱们去各地实地勘测。嗯。水太多，山体都滑坡了。嗯，咱们治水就是为了造福天下生灵，不能见死不救。九天长，白虎
请问有人吗？这是贵客来啦。请问这是？这里是涂山，这里是老叟的家。快请入席。我女娇，快些上菜。这是小女女娇，这是恩公大禹。刚才的歌声是你唱的吗？老先生为何叫我恩公啊？我们素未谋面。恩公不记得今天救了一个老狐。原来你是。我们涂山氏都能修有变化之身，恩公不要惊诧。涂山氏听说过。山野薄酒还不足以答谢救命之恩。哎，敢问恩公如今成家了吗？我还没有成家。还没有成家啊？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小女也到了该嫁人的年龄，你们何该有缘？不知恩公可否如意呀？求之不得。可是我还有治水重任。治水重要，成家才能立业，这个也重要。那你真的要走吗？治水不等人，河川的勘测差不多了，我得赶回去了。带我一起去吧，凡事也许能帮帮你。治水有危险，你还是留在家中，很快我就回来了。王干的是大事，不要拖他的后腿。爹，我不要担心家里，放心去吧。